今天就跟我们网络偶像全揭秘一起来揭开庐山真面目吧。第一章有觉得哪里怪怪的没有？那是使用瘦脸特效，弄得台阶都变形了。再来看看之前的片片吧，哎呦，下手真够狠的哟。第二章吧，有看到什么吗？这样子显然是用了美白特效，白的眉毛都不见了，搞太白了吧。给看看美白之前的照片吗？哦吼，这真是同一个人吗？明显是两个人嘛。来看第三章吧，爱护动物的妹妹有什么发现没？妹妹，你用了面部柔化特效吧？妹妹，你也呀要柔化没问题，但是狗嘛，你不用揉成这样也行。可以看看原照吗？哦吼，嗨嗨，我腿都软了，真的站不住了。哈哈，接下来下一章看到什么没？没有了吧？那接近点，接近点，还是没看到啥。再接近点，原来秘密就是这个，没经过任何特效加工，最终干细胞精华不用再通过注射了，那咱们都来用吧，别再去依赖人家各种特效效应了。